最近 Chester 岩的一段表演视频受到粉丝广泛关注，那就是2021年10月 Sir Chester 宣传期间，电岩还没有从健康问题中完全康复，但仍然上台与其他成员一起表演。在舞台表演中，电岩似乎运气不好，因为他不断面临事故。当电岩走到编舞队的后方时，突然被子鱼撞到了，然后是纳莲在跳手舞时不小心撞到了电岩的脸。但这些事故并没有影响到 Chester 的表现，无论是被子鱼撞到还是被纳莲打脸，电岩依旧保持着他的敬业精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看到慌乱的定岩，成员们的表情很搞笑，纳莲哈哈大笑，支教连忙伸手抱住定岩，担心他会摔倒。 Chester 一直以出色的团魂而受到称赞，成员之间的气氛总是愉快而舒适，仿佛是真正的姐妹。在当天，粉丝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，证明了 Chester 的亲密关系。演出前，定岩一脸紧张，双手像焦虑症一样颤抖。 Sana 看到后立刻转身握住定岩的手，逗他笑着，让他恢复精神。站在他旁边的纳莲也做出了振作起来的动作，握着他的手鼓励定岩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